要甲你问一下啦，因为咱蔡总统吼，中国讲吼，咱蔡总统无要成立九二共识，后届啊任何会议都无爱互咱参加，你要安怎啦？无迄个代志嘛，九二共识是伊咧讲的尔，台湾甲中国大陆吼，1992年的会谈的时呢，根本就无这个代志啊。不少代志往这边压迫台湾的，台湾的老百姓，大家声音真清楚啊，根本无的这个代志，伊刚刚要压迫，这不是安尼方办法的，哦，这应该就去处理嘛，对不对？无后辈，咱会烦恼讲，陆客无来台湾啊，那台湾的经济会无后辈，就是讲中国的观光客无来台湾，咱台湾的经济会烦恼。台湾的经济会好袂好呢？无需要靠中国啦，这是事实的代志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都台面带家己自己应该都做啥？第一就是投资啊，对不对？第二即innovation 嘛，就是改革啦，对不对？哈啊，应该这做，应该就具体就去做啊，都可能看起来，老百姓看起来吼。无迄个感觉啦吼，有即个代志，啊，还阁是人后工人的代志，企业家的想法本身，一只嘛，连咪要休困，连咪卖休困，即个代志想侪啦，都呢，要做企业的人啊，真歹处理啦，对不对？即款代志就是呢，应该有一只敏感的态度去处理，哦，就是现在就是较勇敢的，勇敢，那对。也就是安尼。啊，即马嘛，足侪人讲，即林权啊，做了无好，应该落台啦。你感觉咧？你感觉伊敢爱落台，爱换人无？我唔知影咧，即代志嘛，莫问我。即经营吼，对现在即个民进党政府吼成立了啊，老百姓的反应各种啊，啊，佮即个天气也无好，啊，代志几大摊。啊，这无好啊处理不行啦！啊，卖讲，总理要换无换，这我无什么意见吼。但是看现在情形呢，哦，困难真侪啦。对。总统，你的宪改论坛，敢是要再回少年人去？要算2008。少年人。就是你的，嘿啊！你要培养少年人啊，来选2018议员，是不是？现在呢，有迄个想法啦，还阁无迄个计划啦，哦。我一直自古早就是对只少年家要安怎培养吼，摆荷花的代志开始，一直甲太阳花吼，啊只。对这个囡仔，我是真支持啦。但具体上，哦，讲要安怎来培养因来做，这个后顾的总统啊，我还没有这个计划。哦，你的纪录片，敢是有少一秘密？啊？你的纪录片，啊？敢是有少一秘密？今日要记录，今日发表要讲真侪秘密。哎呀，纪录片。啊，有诶。有的代志要讲，应该就讲的代志，在那本册内面拢有写吼，吼，一生之旅吼，内面的迄种古早，到我现在，所有的代志拢写在遐啦。是啊。对。啊，总统，因为你讲啊，最近啊，就是真侪代志啦，即个民进党政府足侪代志，啊，若处理无好，安尼要安怎？啊，林权啊，人讲伊就是能力较无好，才会真侪代志啦。你敢有这种感觉？我唔是总统啦，我无迄个资格来讲这话吼。哦，啊，这看老百姓大家反应，老百姓反应愈强愈好嘛，对不对？这经过这改变啦，我看民间啦，对不对？大家看法啦，对不对？